哎呦，原来是抓对面的管子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对面有楼梯，我们下去看一下。哦哦哦！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隐藏点有什么用，但是感觉拔掉很爽，是吧？有的人说让我抓楼梯嘛，这小孩真厉害，不去当刺客，亏了。哎呦天，这鸟吓我一跳。哎呦呦，好吓！这一回闪，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哦哦哦！耶！哎呦耶！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哎呦天哪，我在城市跑酷吗？喂，很吓人的好吗？这血丝块，嘿，你看他们那个走的样子，这样子可太丑了。你看他们也不管，全是成人。哎，有一个猫叔，你看见？肚子最大那个。逃生已经玩过了，谢谢。想看的话自己去视频里面找吧。有老鼠。老师，老师，老师。哎呀，跳不过去。是要往这边跳的吗？有点远啊。对嘛，这样子才比较顺溜。这个是要干什么？哎，这怎么还有死人呢？咦，他怎么还会抽搐？啊！啊！呀，被抓了！十一点下播。所以我干嘛要开这个啊？哦，这些都是被抓住的，哦，这些都是想要逃脱的人，结果被抓住了。然后回去开店。OK, got it。这次终于知道了，其实这些人也不是，也不全是行尸走肉，还有很大一部分想逃脱，结果被弄死了。对对对对对，连接啊，十点钟，没电了充电啊，在外面吧。这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可玩性特别高。哎呦我天！哎呦呦，哎呦呦呦，吓死了！还好，有惊无险。哎呦，哎呦，哎。对不起。啊。啊啊！对不起，哎呦，尴尬喽！谢谢公梦朱轩送了十个强无敌。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不要来撞我！一、二、三、四、六、七、八。哦，要跳！还要转弯？吓死我了！就走九步。再见了，您嘞。喂，还是瞒不过狗狗的，对不对？我去，那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呦我天哪，给我咬死了！天哪，我的天哪！再见 ，Goodbye。还得跟狗狗玩心理战，太惨了。推箱子。14次了吗？不算多。哎，这个我怎么弄啊？用这个吗？哦，懂了。好吧。走到这个台子上，不，然后我们再把箱子推到那个机关上。这走到居民楼里好像，你看有很多的树叶是吧？这些可以控制的白色的人是什么人呢？
纯洁无瑕的工人。这个要怎么办？依旧没有什么卵用吗？哦哦，等一下，它可以控制这个。你敢相信吗？一个控制一个，哎，太好玩了。然后我们再控制这个，对吧？哦吼吼！要往下走吗？哎呦，不行，不行，要死要死要死！哎呦，还是憋不了多少气，好像拿不了。你是说这个木板吗？还是说这个木板？这个木板好像可以。游过去，我的天哪，这个小孩子要逆天啊，是吧？上刀山下火海，还会开机关，而且还力大无穷。OK， 我们上来了，废水管道。嗯哼，这肯定是要摁一下了。哦，哎呦，吓我一跳！外面会有水吗？然后再把这个按上，还有自行车呢。好吧，我们要进那个门，但是肯定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先把水放下来，然后用最快速度游过去吗？弄到最上面，一口气沉下来。哦哟，过来了 ，nice， 好黑呀，这么黑。让大家看的都比较舒服，不然太黑了。哎呦我天哪，这是个门。什么意思吗？拿下来。懂了，
好复杂呀、啊。然后那个箱子会浮起来。就是很复杂嘛。撞门。想得倒美。怎么可能撞嘛。哟哎上面有轻轨。我的天哪车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晕这是真假的好下好下好下好紧好好紧张我们快了要死要死要死应该是可以跳过去了吧我觉得这人怎么不走呢吓死我了还好我机智哦我真是个机灵鬼别急别急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好紧张一点点哎都好吧不是这么走的噔噔噔黑猫紧张差一点就凉了谁说不是呢搓下去咦这个地下城市啊这个就是下水管道吧哦这地铁我就很奇怪它这个震动到底是怎么震的现在还有回声啊那肯定是你出现了幻听吧哎呦我听有狗完犊子天哪狗在吃什么呀吃尸体吗嘘小圈的走我记得狗会游泳是吧好恐怖哎要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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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被咬死了得咬我的肚子混蛋哎呦啊看来是要往回走一下咯硬闯的话还是不行的哎呦了哎呀太残忍了我觉得狗不仅会上树它还会游泳喂、哎、我去这啊这个就太搞笑了狗游得比我快呀
在水里把我咬成这样，我懂了，我要往下游，对吧？去哪儿绕啊？你跟我搞笑呢？不行，要不要？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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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吓死宝宝了！我的呀！我天哪！我天哪！天哪！这三只死狗，真的必须等到他们过来扒这个栅栏才可以，懂了，是吧？我也觉得是，这狗都太溜了。一，上去上去上去，然后走到这面跳下来，等狗过来。过来了，过来了！哦，吓死宝宝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这狗，天哪！不看家护院实在可惜了。